我其實好中意嗰啲工作台啊，係，我想揭佢哋啲筆記，但我發現唔揭得嘅，即係可以睇，係因為好多 detail 睇啊嘛。我其實睇嘅時候有一個感受嘅，即係除咗用觀眾嘅角度，就係、是我覺得做電影美術，我發現佢好似編曲啊，即係我嘅音樂嘅 understanding 係比較 invisible 嘅，你唔係即刻好似旋律歌詞咁即刻 catch 到或者。演員啊，那個演技啊，那個去講故事是一個很 subtle 的，因為佢提供一個環境，所以我覺得我睇呢個展覽的時候是有想到，係覺得哦，其實他哋是用緊文字以外的方式去一起講故仔。希望大家快啲嚟香港文化博物館睇呢個香港電影美術及服裝的展覽啦！9月4號之前都可以睇嘅。